宝英，你最美丽 ，PG。Peter， George， 这帮富二代还真会讨女孩欢心。嗯，闻到胖哥的味道了吗？嗯，胖哥 ，PG， 什么鬼啊？这是。胖哥，你，胖哥，你死开了！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约你吃饭你没来，所以只好来家里找你了。我今天很忙吗？有什么事啊？我今天来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嗯。其实看到你被林叔威胁的时候，顺便保护你。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我，如果我答应你，你会永远在我身边，不离开我吗？妈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那我先上楼了，你早点睡啊。那么昂贵的戒指，不拿出来炫耀，把人收起来。凡心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不可以结婚，不可以谈恋爱，你答应过我多少次了啊？但你现在不只要结婚，还要公开结婚。你是不是没把我的话当话？你是不是不管你妹妹的死活？妈，我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有胆量在你妹妹回来之前结婚的话，看我怎么对付你。